大家好，我是印度王赞多，今天的嘉宾是巴朗。大家好，我是印度王刘宇。啊，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一起跳是创造营的第一次舞，第一次带，第一次带，所以从创造营第一次的舞台到今天，我非常期待下次的合作，双人的舞蹈。对，所以非常现在开心。对，然后今天的音乐是日本的歌曲，对，日本动漫的一首歌曲。但是中国的乐器是的，中国的古琴。对，所以融合，然后我们最想做的，最想做融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日本的动漫歌曲，我们，这部动漫叫《犬夜叉》，然后在中国也非常非常火，基本上像我们大这么大的，还有再比我们大一点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也都看过《犬夜叉》这部动漫，然后这部动漫的这首配乐呢，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它给人一种特别有思念的感觉。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，哎，想到和赞多第一次在创造营这个 freestyle battle 的时候，哎，就有这种回想到那个时空的感觉，因为这首歌叫《穿越时空的思念》。对。真的，今天我们用绳子，绳子。一开始我们构思的时候，其实就想说什么东西能够像是一个连接彼此之间思想的一个道具嘛。然后又说，哎，赞多其实有一些街舞的元素，然后我有一些中国舞的元素，那怎么样去融合呢？其实绳子它是一个可坚硬可柔软的一个东西，对，它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它非常的强韧，但是它当它松掉的时候它也是非常柔软的线条，所以它非常用来适合跳舞。由于和我一起跳的时候，我非常开心，所以今天谢谢，我也很开心。不好意思啊，为什么我看上去和赞多一样高？是因为我穿了鞋子，他没穿鞋子。拜拜。